刚去大理浪漫度假的谢霆锋最近也打道回府了，虽然戴着太阳镜和帽子，但谢霆锋的满脸微笑却依旧挡不住。只是这一提到女友王菲的名字，谢霆锋似乎就不怎么高兴了呀。你在啊，这一代的媒体朋友没被人闹过。听听谢霆锋对王菲那叫一个保护有加。不过你这爱情顺利，和儿子的感情也同样顺利吗？最近屡屡传出你不顾儿子极少探望的传言，那是真的吗？你也还没被人闹过。